杰克兄弟祝全球华人财源广进，幸福美满，幸福快乐一整年。Hello， 大家新年好，我是 Henry， 我是 Siri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做一个杰克兄弟品牌的年终火锅宴开箱。那么在此呢，也向各位一直陪伴我们的客户和铁粉们拜年呐、啊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。好，那么 Siri 呢，是我们杰克兄弟品牌的美食品鉴官，今天特邀请他来参加这个火锅开箱。话说这个 Siri 啊，你平时下火锅一般会点什么呀？比如这个扇贝烩鱼滑、三鲜小鱼、冰爽糕。哎，对的，这些产品的主要原料都是玉米，非常高蛋白而且低脂。这又是什么香肠吗？也是下火锅的吗？哎，这可不是普通香肠哦，这个是黑金鱼肠，这个是芝士鱼肠，都是鱼米为主料。这个加了墨鱼汁，这个加了芝士，还有这个龙虾福包和鲜虾福包，都是非常棒的火锅食材。说的我都要流口水了。除了吃，这两款产品的寓意也非常棒，过年送福吃福包，福运自然到。哎，这几款鱼片感觉不错。哎，说到点上了，这几款鱼片呢，虽然用的是不同的鱼肉，但是都是人工精修过的，不仅没有刺，而且也不会腥。这么鲜嫩的鱼肉呢，今天必须得大口吃。杰克兄弟还有冻豆腐和腐竹呢，那可是下火锅必备啊。哎，这个小精选呢是精选头层豆皮晒干，再打卷预炸二层，而且下锅只要10秒就能开吃，一咬一口汤汁，入口贼爽。这个鱼腐啊，它是广东福建一带的民间美食，用这个下火锅啊，2分钟就会膨胀起球。懂了，科普的很到位，果然是吃到老学到老。哎，这一大包鲜竹笋在这个天气可真是难得一见哦。哎，确实，这是杰克兄弟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，纯天然有机食品。哎，这两款糍粑小时候倒是经常吃，不过现在市面上倒是很少见。好期待啊，今天这口糍粑肯定少不了。而且吃热辣火锅的时候啊，搭配这个酥脆绵软的这个糍粑，口感层次非常丰富。我们今天有款解腻神器，就这款冰杨梅汁。这个冰杨梅汁啊，是杰克兄弟的年度爆品。这么多火锅食材，要是在家吃火锅，找杰克兄弟就行了。好，今天是我们杰克兄弟的一个火锅开箱视频，我们的产品就说到这，我都听到你肚子叫了。这就是芝士鱼肠，看这上面黄色的颗粒，这就是那个芝士的颗粒。这个就是黑金鱼肠，不是金鱼的金鱼肠，是黑金色的鱼肠。好香啊！这个是龙虾，小龙虾福包。看上面还有吉子，是不是还有一个福包？先下福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下这个鱼滑啊，非常可爱。考考你，这个叫什么名字？扇贝烩鱼滑。哎，不错，这个你看到，你看它像什么？看会不会拉丝啊？我要吃辣的这个。好，是黑红色，黑红色，所以它就像金片一样点缀着。它里面加了墨鱼汁。这是龙虾福包是吧？蘸满了这个酱的福包，哇，看起来特别饱满。哇、哦。哎，我它里面有虾哎。后来我吃的已经忘我了，而且里面还有鱼子。我想喝口这个，在冰箱里拿出来安排的，对吧？对，他有人喜欢把它冻到那种半冰的状态，然后就，哎，就那种沙冰的感觉。哎，就是我这种人，嗯，好 Q 弹 Q 弹的。脆鲩鱼。这个离你近，看来他迫不及待进去洗澡。你的鱼怎么样？听到声音吗？反正我听到挺脆的，我看看它有多脆。真的是我吃了这么多，我还没吃过刺来。你看它很薄，所以它会很入味儿，而且这个好新鲜啊。对啊，挺脆的啊，煮过之后感觉更透明。接下来试试这个笋尖，感觉笋尖看上去更嫩。笋尖确实像你说的很嫩，很嫩是吧？看着它就很嫩，那说明它保存的这个比较新鲜。吃个这个解解腻，看看这个是不是会不会已经饿了吗？会不会想要从那个屏幕的另一头爬过来吃呢？嗯。那么杰克兄弟的美食产品呢，在北美的各大超市和电商平台上面都有售，你还可以进入 jmkfoods.com 杰克兄弟商城点击下单，在 YouTube 上搜索杰克兄弟，可以查到我们全部产品的烹饪教程视频，扫码关注杰克兄弟和实在方便的微信公众号，了解更多品牌和产品的资讯。好的，今天的火锅开箱视频就聊到这，我们代表杰克兄弟祝全球华人农历新年快乐，祝福大家家庭幸福美满，年年有余，快乐一整年。杰克兄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财源广进，幸福快乐一整年。